大家以前好像都不太熟悉我，毕竟我特别普通，又特别倒霉，什么都只差一点点，却好像永远突破不了临界点，实现不了质变。哲学院里背的不错。 也没什么啦，梅花香自苦寒来嘛。谢谢大家。你说你煽什么情嘛？ 我不是故意的，上当了吧？我是担心我女神，重色轻友。大家可以开始投票了，只能选一个人哦。